朗朗吉娜生子好友齐祝福，半程程评论区吐槽梧桐，请点赞、订阅并转发，谢谢。朗朗吉娜一同晒出一家三口握手照，宣布成为父母圈内好友，送上祝福。导演梧桐也现身评论区，不料却被范丞丞在线吐槽。朗朗官宣得子贾玲梧桐，送祝福范丞丞，吐槽梧桐。新浪娱乐讯，1月28日，朗朗和吉娜一同晒出一家三口握手照，宣布成为父母，圈内好友纷纷送上祝福。贾玲在评论区祝福道：“恭喜朗朗，是不是有机会听到六手联弹了？”导演梧桐也现身祝福，他评论道：“恭喜朗朗哥出生。”不料却被范丞丞在线吐槽，说啥玩意儿呢？随后自己也评论了一条祝福：“欢迎朗朗哥家的小听众，梧桐学学吧。”